兔儿生气啦。今天来给大家拍一个猫片吧。今天要给我们家普洱洗澡。其实普洱到我们家快要满三个月了，但是我一次澡都没有给它洗过，因为我人生中还没有给猫洗过澡，所以呢比较没有经验，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。但是呢，今天普洱先生在拉屎的时候呢，成功把他的便便粘在了他的爪子上面，所以非常非常的臭，真的是忍无可忍，所以就拣日不如撞日，那就今天开洗吧。因为我家没有盆，所以我决定在厨房给普洱洗澡。本来准备在洗手间洗的，但是我们家这个洗手池太小了，所以还是决定在厨房洗吧。给普洱准备了这个短毛猫专用的沐浴露，然后还有一个毛巾，还是新的，还没有打开过，上面有爪子。先来剪一个指甲吧。哎哎哎，不要跑不要跑，换一个爪子。脚趾甲也要剪一下。哎，我看不到了，普洱不要遮住。换一个爪爪。好乖呀，普洱。好吃吧？那我们就洗白白咯。普洱，准备好了吗？先来测试一下水温，好像给猫洗澡这个水温要比我们的体温要热一点。普洱，我们进去好不好？哎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哎，不要跑！哎呀，要不我把水龙头关掉吧。哎呦，这怎么洗嘛？不要跑！普洱，我现在要给它放沐浴露。跑了跑了，哎哎哎哎，不要怕，没事儿的。我的妈呀，这咋洗？哎呦呦呦！你这是要干啥呀？爪子给我洗一下，你这个爪子刚才沾到了臭臭，要洗一下，太臭了。洗得香香的多好呀。哎呦呦呦呦，又跑了又跑了，不要跑呀。
有这个爪子。哎呦，啥情况？不要挣扎了，挣扎也是木有用的。哎呦，快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换水换水换水。哎呦呦，我的妈呀。来来，哎呀，过一遍。哎呀，跑了跑了。过一遍就好啊。这个头怎么洗？头好像不能洗吧？就给它弄湿一下就好。是要去哪儿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洗完了，我们洗完了，有没有变帅？没关系。哎呀呀呀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马上就好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包住，包住，来，包住，哎哎哎哎，不要跑。普儿，还好吗？我给你开的温度高一点，来开，开30度。因为普儿他比较害怕吹风机的声音，我每次拿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，他都超级害怕，他躲得远远的，所以我就给他开这个暖气。这个暖气呢，这一档是没有声音的。洗香香了有没有？哎呦，耳朵翻过来。哎呦，他在发抖。哎呦，普洱在发抖。我把这个档位开大一点，你不要怕哦。暖和吧，宝宝。普洱宝宝，让我吹一会儿。发现了，来来来，来点零食，安慰一下受伤的小心灵。我挤在手里给你吃好不好？刚刚吹干了大概有80%-90%的样子，但是身上还有一些毛，感觉还没有梳开，感觉有点粘在一起。终于洗完了，给他洗个澡，我自己衣服湿了一大半，累死我了。所以我决定以后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给他洗了，太累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普洱洗澡大片呢，就到这里喽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然后还有，
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，塞驴。